中和大庙广济宫福和宫最近举办了挥毫赠春联活动，和地方上几个社团合作，在福和宫的庙城写春联来送给民众，同时还有寒冬送暖的公益活动，让弱势也能过个好年。福和宫前的广场挤满了人潮，都是来参加挥毫赠春联活动的民众。这次庙方结合了地方上几个社团，一起为民众写春联。而立法委员张庆忠服务处也参加了这一次的活动。张委员表示，贴春联是传统的习俗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为大家祈福。以前要去买门联，那我们现在扩大服务，我们自己写门联。等一下我要写一副门联送给大家，招财进宝哦。啊，让大家明年无论是国家经济或个人的收入啊，都能够啊有个大丰收。另外，大庙也和社团联合举办了寒冬送暖的活动。吕方树董事长表示，这是大庙每年岁末固定办理的公益活动，而今年更有企业以及个人赞助白米和罐头等物资，让弱势族群得到更多的帮助。过年的这个寄助金啊，有八九十万，八十几万。另外食物呢也将近十万块，啊，对于今年过年啊这些贫户啊也算一大福音。虽然距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，但是有书法老师所写出的各式春联，已经让人提早感受到年节的气氛。庄家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